们上一集讲到，吕后病死，他死之后呢，在长安城内马上是血雨腥风，展开了宫廷政变。结果呢，吕氏家族的人基本上是被屠杀殆尽。尽灭吕氏家族之后，现在拥刘联盟的大臣们，马上在未央宫内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这次会议啊，所议的议题啊，关系重大，因此呢，会议的保安措施啊极其严密，而且呢极其保密，戒备森严。主持这场讨论的呢是陈平和周勃。那么按照礼制啊，父子继立嘛，新皇帝呢应该就是惠帝的儿子，但是汉惠帝名下的那些儿子呢，当时吕后那不弄了六个小孩吗？后来病死两个，这个时候呢还剩下四个，有的呢还被封为王侯。但大臣们纷纷表示，那几个小子都是吕太后他当时用诈术欺骗手段制造出来的，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他暗中啊弄到宫中，冒充惠帝啊他的儿子，根本都不是惠帝皇帝的真儿子。吕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吕氏势力。如今呢，吕氏宗族灰飞烟灭，如我们再从中选择一个小孩当了皇帝，等于是又扶起了一个吕氏他培养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将来长大了之后，哎，他要知道自己哎是为吕氏所立，说不定他把咱们这些人啊全部都族诛了。因此呢，当时大家的一致意见就是将惠帝名下的那些儿子都排斥在哎这个皇帝继承人选择的范围之外。有资格当皇帝的应该是从高帝，就是汉高祖刘邦的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那个孙子辈选。于是呢，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齐王刘襄是高祖皇帝的嫡长孙，可以作为首选皇帝。这一动议呢，马上得到了在场好几位大臣的一致赞同。眼看就要获得通过了啊，忽然之间有人举手表示异议。这人是谁啊？就是先前被齐王刘襄骗过的，还把他从他手里把那个琅琊国的这个国兵都骗走的那个琅琊王，那老头刘泽。他这个时候极力表示反对。想当初呢，这个刘泽是以答应他为齐王刘襄啊到这个长安城啊，是替他来争取地位为条件的，才获得允许离开齐国的首都临淄来到长安的。但现在的关键时刻，他不仅没有帮刘襄，而且他还第一个举手反对。当然了，他的反对啊自然是发自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刘襄是以灭祝吕，哎，这个事成后将自己拥弟哎拥为皇帝作为诱饵，骗走他手下的军队。刘泽当时吃的是个哑巴亏，虽然确实他上当受骗了，但刘泽这个时候在这个未央宫中，他绝对不会说自己当时上这个当。你别看这个琅琊王啊已经是老迈年高，但他脑子还是绝对好使的。他知道在诸吕已灭的新形势下，谁曾经对皇位有过觊觎之念，那绝对就是一桩谋逆大罪，是死罪，族诛的大罪。所以呢，他自己尽管当时受了骗受了辱，他只好默默把这苦果往肚子里吞，使之成为永远的秘密。这个时候呢，他小心翼翼绕开这个话题不提，慷慨言道，确确实实齐王刘襄作为高祖皇帝的长孙，但他现在呢这个人呢，他宠信他的舅父四君，这个情形和当年前二世宠信赵高是一模一样。四君这个人呢，大伙都知道名声很差，衣冠虎狼之徒，齐国对这个人可以说人人切齿。如果齐王一旦被我们拥立为帝，进了京城了，他的舅父四尊必然专权。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岂非我们是赶走一个吕氏又迎来另一个吕氏吗？所以我认为立齐王之意断断不可。那琅琊王刘泽的这番话语当时简直是一锤定音。这不单是他作为刘氏长辈这种年龄上的优势还使得他说这话算数，更主要的是他把四君与吕氏家族做了类比。要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只要一挂上吕氏，就立刻成为无人敢与质辩的否定性理由。接着呢，大家又提出第二个人选，
这是谁呢？是高皇帝高祖刘邦的小儿子，当时封为淮南王的这个刘长。但这个人刘长呢，淮南王呢年纪太轻，他的母家呢出身呢又不是说特别好，属于刘邦的这个私生子。大伙儿议了一会儿呢，也只好作罢。最后呢，众人仔细商议，一致赞同拥立代王刘恒为帝。原因嘛，一是因为刘恒这个人啊宽厚仁孝，又是高皇帝刘邦现存那些儿子当中年岁最长的；二呢是他母亲博氏，素来呢是温良恭俭让，虽然现在以为王太后啊，他从来不干预政事，因此他的名声非常好。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大臣从他们自身利益考虑的，刘恒为人和善。大伙儿都知道这个人的声名，大臣们发觉的这个人特别老实，如果把他拥为皇帝的话，应该对付起来就较为容易。他不是一个给人感觉特别名利啊，特别那种有毅然决然的这个诛杀之权这样一个皇帝。因此刘恒当皇帝之后呢，大伙儿都安心。于是呢，众位大臣就决定向代国的国都中都秘密派出使节，迎接代王刘恒来到京城当皇帝。中都在哪儿呢？在今天山西平遥的西南方向。刘恒的生母博氏呢，本来是和刘邦争天下的那个诸侯王魏王魏豹的他的手下美人。那么韩信灭掉这个魏国之后呢，这个博氏是作为俘虏被押送到汉朝宫廷中的。结果有一天呢，刘邦忽然兴起，闲逛宫内这些宫女工作的那些知事。什么叫知事呢？知事就是宫内啊，做一些纺织啊，做一些荏苒啊，这些地方干活的地方。当时呢，在这里工作的呢，都是这个等于是汉国的，与他相斗的那些诸侯国也好啊，楚国啊什么那些来的女犯人，他们到这里来纺织、来缫丝啊，等于是重活的这样的宫内的这些女犯待的地方。结果呢，这刘老头忽然发现，正在干活这个博士是个美人，就马上把她招入后宫呢当宫女。而后呢一夜临幸，竟然就让这博士怀上了这个儿子，而且呢这就是刘恒了。这刘恒等于是刘邦的八个儿子之一。此后呢，这个好色的刘邦就把这博士这个美女忘了一干二净。恰恰由于刘邦对于这个博士的这种薄情，后来吕后掌握国权的时候呢，对先前受到刘邦宠幸的女性就大施淫威，你想那戚夫人都变成人质了，也变成一人肉柱子了，进行种种恶毒的报复性惩罚。相反呢，所以说福兮祸兮嘛，这个博士他早就知道刘邦根本就不拿他当人，不拿他当回事儿。虽然说他有儿子，所以吕后对他一点都不记恨，所以这个博士呢才得以平平安安地活了下来。那博士活下来之后呢，他的儿子代王刘恒呢自然也平安无恙。这刘恒七岁的时候啊，当时这刘邦啊是高帝十一年，他刘邦击败陈豨，把这叛乱平定了，平定了代帝了。结果刘恒作为他亲儿子，他就封他为代王。那么他的母亲的博士呢，自然也就有了王太后的名号。不久呢，这母子二人还一起离开长安，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到封国代国的都城中都，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去了。当时呢，这座王城位于汾河之滨，城池虽小，这个河水清澈，空气清新。最主要的是这里头没有都城长安那种政治高压的和尔虞我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刘恒就度过了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远离了长安政治中心啊。这个博士呢，作为王太后，对于儿子呢尽心尽力进行教养，母慈子孝，其乐融融。那么在整个吕后称制的时代啊，他一直是没惦记过这个代王刘恒。他还曾经呢有一次，那个三个赵王那不都被弄死了吗？他有一次还曾经建议把这个代王刘恒啊招他去，把他改封为这个赵王。当时刘恒呢还挺厚道，实际上他是害怕这个吕后以后琢磨他，他就拒绝了，婉拒了。他就说我为国家坚守待地，我现在就在这地方待着，我不去赵国了。所以说呢，吕后对他的印象还挺不错。这次呢，你看天上忽然掉下来一个大馅饼，这个馅饼是什么呢？是皇帝的宝座。这个时候呢，大臣们愤愤请刘恒回京师继皇帝之位。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刘恒啊依然小心谨慎，他就把他这个代国啊国内的几个心腹大臣啊请到宫内一起商议，说大家给我出出主意，我要不要奉诏进京啊。当时啊好几个官员啊都马上否决这个建议。您现在进京，现在主宰朝廷是什么人？那都是高祖皇帝时候的宿将功臣，这些人都是善于诈谋。如今呢，他们把吕氏虽然说都给族灭了，但这些人肯定是更加跋扈不臣。京城那地方到底如何呢？确实咱们不知道啊。万一大王您啊贸然而进，有个闪失，那可怎么办？所以呢，这些人就劝刘恒托病不去，静观其变。这个时候呢，代王刘恒手下的中尉宋昌，哎，他与众不同，表示坚决的支持大王，你一定要进京。他当时怎么认为？他就说，现在的天下毕竟还是刘氏的天下，百姓人心都在我们刘氏皇族身上，即使有大臣有异谋想造反，想对你怎么样，最终也不能得逞。所以呢，宋昌当时就建议刘恒啊，即刻起驾前往京城继位登基，这是天意啊，上应天意，下顺民心啊。刘恒呢还是拿不定主意，他又到了后宫和自己的母后哎博士商量。但博士认为呢，这个事关系重大，我一个妇道人家做不了主，儿啊你还是自己做主吧。结果刘恒呢还是有些犹豫，犹豫来犹豫去，他就把代国的那个卜正招来。什么叫卜正啊？就是占卜的那个卦师，当然就是皇家王家就御用卦师了。汉朝当时的这个宫廷啊王宫啊占卜啊，一般就是烧那个龟甲啊，以此来断吉星，根据当时烧灼之后出现那个裂纹哎作为照相哎来判断到底是好是坏。结果呢砰然一声脆响，龟甲爆裂了，竟然得到是一个大横的这样一个大大的吉兆。这个时候呢，占卜的官员的卜正满脸喜气，高声喝道，大横庚庚，余为天王，下棋以光。那刘恒看到这个卦象，听到这个卦语，也自然知晓其中的大意。但是他知道这个下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他还是有些不解，就问寡人，我现在已经是王爷了，已经是代王了，为何还要当天王呢？这个卜正高兴的就恭贺道，夏朝的天王就是天子的意思，按照这样的卦象，根据这个卦象查卦词，您就将为天子。当然了，在我们现代人眼中啊，你说占卜啊什么这种方法啊就是迷信，但古人对此呢非常非常的虔诚，而且深信不疑。哎，正是这个龟甲爆裂，最终呢使得这个代王刘恒下决心，哎，我就应招我去京城了。当然了，为慎重起见，他还是先让舅父，也就是博士他的弟弟叫博昭的，先去了一趟长安。结果呢，这位舅爷回来就禀报，他到了京城和周勃等大臣都见了面了，那些人呢确实忠心，他是非常有诚意，包括那些大臣非常有诚意迎请大王您入得京城。这个时候呢，刘恒才放心，下令宋昌等人陪同自己入京，即日启程。那么几天之后呢，刘恒等人呢一行呢就等于是马蹄嘚嘚来到了长安附近啊，距长安数十里的这个高陵这个地方。他这个时候呢他还慎重，他马上命令车驾暂停，派他的舅舅呢伯昭另乘一车，就乘另外的一个朝廷派来的公家的车马，先入城观察动静。当时呢得知丞相陈平、周勃的大臣呢早已出城在外等候了，于是他就继续赶路，然后再起驾来到渭桥。这时候呢，朝中所有的文武百官纷纷前来拜谒称臣。刘恒呢也非常有礼貌，他当时的身份呢还是代王，所以赶忙下车回拜。一看见到这位刘恒未来的新帝如此谦恭，大臣们啊顿时啊心中的疑虑烟消云散啊，从前的疑虑、从前的紧张，现在都转化为轻松和欢快。不料呢，大伙儿刚刚行礼、刚刚参拜完毕，你看一身戎装打扮的周勃忽然从人群中抢出，以军礼哎拜见这个代王刘恒。什么叫军礼？军礼是不下跪的，号称有甲胄在身嘛。他当时以军礼拜见，然后就说，请大王平退左右，
臣有要事向您禀奏。他这么一说，他这么一进，这么一站在近前行军礼，又看他从怀中拿出一个锦囊来，这一下所有从代地赶来的陪同代王刘恒赶来那些王国官员当时全都紧张得要命，呼啦啦一下子十几个人挡在了刘恒的这个身旁和身前，形成了一道防护墙。确实啊，没人知道那锦囊当中装的是什么，你周勃到底想干什么，万一你打开那东西是一个类似于荆轲类的匕首啊，或者是什么毒药啊，或者什么，这东西太令人紧张了。所以说当时的气氛骤然紧张。刘恒呢，这时身边的中尉宋昌这个时候就站出来大声说道，太尉有事尽可公开面陈，若所言为公，公言便是，所言若私，王者无私。那太尉，你有什么事儿可以当面讲吗？您如果讲的是公事儿，讲对着大伙儿讲就是了。如果您讲的是私事儿，我们帝王王者无私啊。如此一来呢，当时还真让周勃有些下不来台。于是呢，他扑通一声仓皇跪地，双手把那锦囊高高举过头顶。结果宋昌接过来一看是什么呢，这个周勃进献的就是作为皇权天子象征的玉玺。这个玉玺呢，就是秦始皇所造的那个国玺，象征着皇帝的权力，是一种讨好式的表现。但这次惊心动魄的事件呢，其实也是文帝君臣第一次较量。周勃这个人啊，虽然在历史上号称是敦厚，但他这次表现呢，实际上从某一方面也显示出周勃还是一个比较心急的大臣。你想把祝吕，把这吕氏家族都族灭了，他确实立下大功，所以呢，他想在迎接新帝的时候，当着众朝臣的面显示一下他自己独特的地位和权力。如果当时刘恒稍微莽莽东东依从了周勃的请求，私下去见他，然后私下把那个玉玺接受，等于就是把周勃在众人面前当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大臣，非常特殊的人物。周勃呢，很可能日后就会以新帝殿下第一人的身份出现在群臣面前，这样一来呢，就会使刘恒呢丧失那种王者无私的全权仲裁者的身份。因此呢，当时刘恒呢也确实有心眼，他在宋昌的支持下，拒绝把左右的所有的人都挥退，单独去见周勃。这正是他赢得帝王资格的一次成功亮相。当然，事已至此呢，刘恒呢还是挺有外面的，他显示出极有风度的样子，伸出双手将跪地的周勃扶起来，表示感谢。但他当时感谢是感谢，玉玺我不接受，而是谦虚说道：“我们到代邸再议。”什么是代邸呀？刘恒那不是代王吗？他的这个代国在长安是有这个王爷的官邸的。那么进入王府之后呢，众臣马上进献尊帝书，就是尊奉他刘恒为皇帝的这样的一个书奏。而后呢，根据礼仪和礼貌，群臣一次又一次的劝进，刘恒一次又一次的谦让。依据这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仪式呢，总共让了五次，大臣们进了五次，最后刘恒才接受皇帝的喜宴。现在呢，大臣们都准备把刘恒拥上皇帝大位了，但却碰到了一件呢非常棘手的事情，还比较尴尬。在未央宫内还有一个名叫刘宏的娃娃皇帝了，还有一个少帝了，该拿这人怎么办啊？这时候呢，聪明大臣们又想到了一个办法，还想出了一个词儿，含义微妙，特好的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清宫。也就是说呢，未央宫内还有一些阻碍新皇帝登基的东西，需要人前去清理一下。忽然之间群臣当中出现一个人，那么这个年轻人呢跪倒在地，就当时啊就向这个刘恒请求，你看诛灭祝吕，就诛灭吕氏家族过程中臣无寸功，我什么功劳都没立，请陛下您恩准我，让我担当清宫的职责。众人一看，包括刘恒一看，是谁啊？原来是朱虚侯刘璋的弟弟刘兴居。刘恒认可了，好吧，你就去清宫吧。结果呢，一支清宫军队，清宫的部队马上组成了。这成员有谁呢？太尉夏侯婴、东谋侯刘兴居，就刚才请命的这位小伙子，还有大业者张泽等人。你看这大业者张泽，从前是吕后的心腹，他真聪明，现在又变成新帝的班底了。
自然呢还少不得，那肯定要带上一堆精壮的卫士和武士了。于是刘兴居手持长剑，率领众人啊进入宫内，喝令少帝左右那些卫士退去。其中有几个持戟的卫士还想抗命，你想我们是皇帝啊，怎么忽然之间外面来了一群人，想要干嘛呀？这个时候，这大业者张泽，这患者经常是以皇太后的名义出现，这个大业者，他以大业者的身份宣告这个谕旨，现在已经有新皇帝了，你们赶紧给我退下。那几个人呢，也是见好就收，马上退下了。当时呢，正在后宫淘气嬉戏的那个后少帝那小孩，一看到这个情景呢，非常紧张。这个时候，这小孩呢又突发极致，他不玩了，赶紧端端正正坐上了皇帝的宝位。此时，年近70开外的老臣夏侯婴走上前去，他用对自己孙子那辈的口吻呵斥道：“你又不是刘氏皇家之子，原本就不应该坐于此位，来，跟我走吧。”一边说，他一边命令卫士把这小孩拉下来，用原先皇帝的成语啊，把他装起来，拉出宫去。这位后少帝的小孩是个儿童啊，也是7、8岁，当时很害怕，就带着哭腔哀求道：“老将军，你要带我去哪里呀？”那夏侯婴这个老头这个时候也非常残酷无情：“带你出宫到客舍。”什么叫带你出宫到客舍？实际上是一种委婉体面的说法，真实的含义就是什么呢？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让这个娃娃皇帝永远的在人间消失。那么当天傍晚呢，大臣们就邀请刘恒登上皇帝才有资格坐这个法驾，然后配以相应的这个仪仗，那还有这个车队，从长安城内的代邸出发，浩浩荡荡进入未央宫。这一天呢是公元前179年，哎，闰九月乙酉日，刘恒呢正式继位，他后来呢就是被称为汉孝文帝的啊，简称汉文帝。接着呢，大臣们又从代地就代国，把那位曾经当过汉朝大军俘虏的那个博士啊迎娶到这个国都，尊为皇太后。接着呢，大家还处理了一系列善后事宜，就把吕后时期从齐国楚国等地分割出来的那个分封给驻吕的那些土地依旧还给齐国楚国人家姓刘的这个宗室王。而对于吕后所立的那些惠帝名下的那几个假儿子啊，包括被吕后封为淮南王的刘武、常山王的刘朝等少年人，全部加以诛杀，以绝新帝后患。由此呢，汉文帝刘恒继位为帝，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文景之治即将开启。